小雪的画像我撕，小贝的画像我撕，熊妹的画像我撕。啊，画像被撕了，我们还怎么参加选美比赛呀？别担心，我们肯定能拼起来的。先拼我的画像，第二排左滑。太好了，脸的部分拼回来了。小雪画像上的裙子是我的，第三排右滑。只剩下鞋子了。啊，画像上就是我自己的鞋子，我的画像终于拼齐了。不过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小贝，选美比赛报名快要结束了，你报名了吗？啊，怎么这么快？我现在就去。我们也要抓紧时间了。我的眼睛是蓝色的，第二排左滑。我的裙子是蓝色的，第三排左滑。我的鞋子是黄色的，小雪姐姐你是红色鞋子，第四排左滑。终于拼好了，距离报名结束还有十分钟，还没有报名的请抓紧时间，只剩十分钟了，熊麦我们快走。我们要报名，一个一个来。滴滴，画像没问题，报名成功。耶，太好了，到我了。滴滴，画像错误，报名失败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不会也有问题吧？滴滴，画像错误，报名失败。为什么？明明这就是我的画像。太好了，你们不能报名，我就少了两个竞争对手。看来选美冠军非我莫属了。艾莎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我们会想到办法的。是吗？那就祝你们好运。哎呀，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？小朋友们都说是画像拼错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小贝，快把画像拿出来。你们看，小雪姐姐的头纱是红色蝴蝶结，身穿蓝色裙子和红鞋子。我的是贝壳发卡，黄色短裙和同样颜色的鞋子，没什么问题呀。小雪、小贝，你们拼好画像了吗？还没有。小精灵，你快帮我们看看这两幅画像哪里有问题。这我也看不出来，不过你们要抓紧时间了，还有一分钟报名就结束了。什么？怎么这么快？好烦呀、啊！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？还是问问大家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两幅画像哪里拼错了吗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参加选美大赛了。